最后的礼呢，用一真法界来拜佛。观想正义无形，拢在咱的心中；十法界拢在咱的心中。啊，都只讲过佛乃至地界，就叫做十法界。十法界呢，有伊正报，正报就是讲因家己的辛苦。人有人的辛苦，鬼有鬼的辛苦，畜生有畜生的辛苦。啊，菩萨佛有因的辛苦，这个正报。有因的五蕴，那人有人的五蕴，色想行识。啊，佛有佛的福运，地有地的福运，为呢医报啊，人有人的国土，佛有佛的国土，乃至地有地的国土，这叫做医报啊。叫做咱这念心不动，就一动就必改千如三千圣相啊。所以咱拜佛要怎拜呢？咱拜了，咱的观想十法界拢在咱的心中，正报医报拢在咱的心中啊。所以咱拜这拜呢？等于就是十法界拢甲咱装扮，情理无情拢甲咱装扮。咱来呢，后拜咱生活了，情理无情拢同源种住。所以这款拜佛是最高效的拜佛。你若晓安尼拜呢，愈拜愈殊胜哦。啊，嗯。